演员、编剧、导演、老板，无论是哪一种身份，我都用心经营，做到最好。烘焙的时候也一样，测量、打发、裱花、摆盘，无论哪个步骤，一定要细心雕琢，精准掌控，从细微之处追寻极致完美，每一刻我都绝不放过。当兴趣与工作结合，才能遇见闪闪发光的自己。这就是我追逐的梦想，我向往的唐朝。你可以上 MeWatch 免费学习选看更多唐朝观美的视频。